的数据提议生成。欢迎来到修整区，请跟随引导前往育成装置。你已到达育成装置，请开始数据育成。お見せしましょう。链接成功，即将开始基础训练。你可以尝试通过左下方按键控制身体的移动。很好。观察自己的影子，注意起跳的时机。请配合移动，点击跳跃按键，做得不错。在一次跳跃过程中再次跳跃，可以到达更高的位置。状态不错。及时的冲刺能够躲避眼前的危险。请点击冲刺按键，安全，很好。请点击攻击按键击败样本。状态不错。请长按攻击按键触发重击击败样本。很好。请在标注位置点击，请再次尝试消灭所有的样本吧。请在标注位置点击技能按键消灭所有的样本。状态不错。你已完成所有基础操作的练习，是时候开始真正的数据育成了。击败随处可见的样本，将能够获得被称为算力的资源。当算力累积到100时，将能够进行策略选择。你所累积的算力已达到策略选择的标准，你将能够从三个不同策略中选择一个，强化当前原型体。影よ。
影。当前混沌值过高，进入战斗空间有概率遭遇混沌侵蚀，请及时进入秩序空间降低混沌值。在获得数据包后，你能够对你拥有的一个可成长策略进行品质提升。
よ。您已通过此次数据育成的全部内容，即将为您生成数据体，并返回修整区。您已经完成了第一次的数据育成，达成生涯目标将能够领取全新奖励。你获得了一个解析器，在进入育成装置后，你能够使用它解锁全新原型体。现在请解锁原型体早麻衣。请使用全新的原型体进行数据使用迭代系统，请选择在上。你已经做好了全部的准备，请开始数。マイ夏目、